的范雷。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呢是澳大利亚的这位朋友啊。嗯，澳大利亚这位朋友，他主要说的是什么事呢？说的是一个他在澳大利亚呢，他做这个职业俱乐部啊，不是业余俱乐部啊。嗯，他聊的话题呢是足球不只是技术，带你走进亚洲强敌澳大利亚足球啊，足球不只是技术啊。这位朋友叫李队魔力鸟，李队魔力鸟啊，是表哥抱表弟钓鱼要到岛上钓，李哥魔力鸟。这是，哦，你好，哎，你好，董老师，董哥，你好，好，你好，你好，那个，你这是不是特别习惯性往下看？你是不是队长啊？哈哈，没有，我看你那个，我看你那个，你那个宣传片也是王之蔑视，我操，就是这么看。好，我那天昨天在出差，在外面，在动物园里，所以那个光线不太好。嗯，没事，没事。我看你这个身体可以啊，嗯，我吗？啊，一直都还有在踢球，倒是真的。一直都什么？都还有在踢球啊！啊，一直都还踢球哈、啊！你那镜像了，你那个对挥反了，镜像，你得调一下这个，是调那三个点儿。哎，你三个点儿摁一下，哎。里边有一个左右，好，哎，对，这下行，这下就对了，对啊，好了，你是啊，好的好的，你的队徽是你的俱乐部的队徽，是我们，对，是我们这个俱乐部的队徽，叫悉尼龙队，悉尼龙，我们不是龙的传人嘛，啊，那个这个队徽，不是说这个西方人眼里的龙是邪恶吗？嗯，咱们不是华人吗？那他们以咱们的传统为主，他们一看你这龙队，他们可能哎呀妈呀，来了啊，好吧，比较凶恶，比较凶，比较凶恶，悉尼龙队可以，来吧，那你就做一下自我介绍，然后开始你的分享。嗯，好，那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嗯、那个董哥还有各位车友好，我叫李鑫，嗯，是咱河南省南阳市的，然后现在在澳大利亚悉尼已经20年了。20年了哦，对，我跟刚才咱们上一位嘉宾那个范雷范老兄，我俩是一年的，我也是82年生人，今年40了。哦，嗯，对，嗯，跟大简单的说到我们这个足球队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球队呢，其实已经很多年了，16年了，05年成立的。05年的时候，我跟一群朋友们在一起踢球，然后大家成立了这个足球队，然后就在悉尼到处找各种比赛去踢。踢的最多的呢，是一个叫做澳大利亚悉尼华人足球联赛。这个所谓的华人足球联赛呢，是由我们老一波的一些香港的华侨以及早一辈的移民。嗯，所从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呀这样的华侨所成立的一个足球联赛，一共有12个球队，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去参加这个比赛，踢了几年，然后觉得哎，已经到国外了，这成立了个球队，我们这个队呢的背景就是全部都是咱中国大陆去来的留学生，啊、嗯，在悉尼就这一个，当时就只有这样的一个队。那说踢了半天，最后还都是跟各个国家的华侨踢，也没什么意思。那所以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呢，在2012年，那时候也在这边待了十几年了，然后通过了各种各样的关系以及给俱乐部的各种运营的条件达到了要求以后，得到了澳大利亚足协的审核的通过，所以拿到了正式注册，成为了正式的足球俱乐部，归属到澳大利亚足协的这个正规的这个系统下了，所以叫。悉尼 Dragon Football Club，
悉尼龙足球俱乐部。那我们这个俱乐部呢，跟大家在最高峰的时候有6支成年队以及3支青少年球队参加各个级别的比赛。澳大利亚这边的业余联赛呢，其实首先这里说一下，我为什么想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俱乐部，同时引申的说一下澳大利亚的足球的这个环境，以及澳大利亚足球的各种等级和体系。其实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这样，现在呢大家都在说什么青训啊，我们看荷兰，看欧洲，看西班牙所有的这些青训，但其实呢，作为我们的亚洲的强敌澳大利亚，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或者说并不了解为什么我们在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有这么大的弱势。比如说像这次世界杯咱们第一轮对澳大利亚的时候，那个所有的媒体舆论，所有的大家球迷都觉得啊，澳大利亚历史以来最弱的一支国家队了，没有什么在欧洲有名的球星，然后有这样各种各样的劣势，然后这场比赛我们肯定能拿下，可是到场上一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这是我想要在这里跟大家探讨，大家深入的走入到澳大利亚足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以我们作为一个我们的这个球队以及我们这个俱乐部作为一个切入点，带大家深入的体会一下。那澳大利亚的这个业余，我首先说一下，大家可能觉得澳大利亚是一个对足球而言，足球并不是它的第一运动，它的第一运动可能是rugby 就橄榄球或者是板球，这些是最主流的运动。但其实澳大利亚的足球是它的也是它的第一运动。到像我们这样的业余足球俱乐部，在全澳洲拥有110万的注册球员。这110万的注册球员里面有61万人是5到14岁的小朋友。5到14岁，这个61万占了澳大利亚总人口，在这个年龄段总人口的20%。那由此可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小5到14岁的小孩里面，有20%的人都是注册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业余足球俱乐部里面去踢正规的足球联赛，从5岁就开始了。那跟我们跟咱们国内比，可能这个足球的基础其实是有很大很大优势的，如果你看这个比例的话。那5到10，那这边的这些业余联赛是由什么组成的呢？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足球俱乐部是属于悉尼所在这个州，叫西南威尔士州，州足协下属的其中一个大区足协的业余俱乐部。那属于这州的这个州下属呢，一共有34个大区。那我们这个大区名下呢，有22个俱乐部。然后这22个俱乐部光注册球员就有10000人，10000个球员。那我们所有的这个球队呢，按照自己的水平进入到分到不同的等级里，然后首先是分到不同的年龄段，再分到不同的等级里。那我们有全年龄段，比如说就这边说的 OH， 有从 U6 一直到 U18， 每一个年小青少年球队的年龄段。那还有35岁以上组、45岁以上组以及55岁以上组的年龄段。就是整个的这个足球的这个氛围和传统是非常，其实是非常非常好。那因为我刚才说了，你有这些青少年球队，你还有35岁以上、45岁以上、55岁以上，所以很可能这个到周末你去踢比赛的时候都是拖家带口的，早上爷爷踢，中午爸爸踢，晚上还小孩踢，对不对啊？所以其实对于这些足球家庭而言，就像是一个节日，大家在一起踢球，踢完球中午可能就直接澳洲的国菜是 BBQ， 直接就 BBQ 了，然后下午大家喝喝啤酒，聊聊人生，聊聊天，这一个周末周六就过去了。在很多喜欢足球的澳大利亚的家庭都是这样子的。那刚才那个咱们上一位嘉宾范雷也说了，这个他的这个叫足球生物钟，其实澳大利亚也是一样的。像我们每周
包括我们的这九个球队，包括踢下面的青少年球队，每周周二、周四或者周三、周五都会有一个训练，每天每周的晚上在我们自己的主场，我们也是都是主，所有的这些比赛都是主客场的。那周六是主客场的联赛，所以这个足球生物钟可能不只是针对于欧洲的这些足球发达国家，在澳洲也是一样。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再说一下我们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中国队在跟澳大利亚队踢的时候，大家觉得哎为什么大家都认为中国队能赢的，可是为什么踢踢踢就觉得不是这回事儿呢？我从业余足球的角度上而言，我其实非常认可董哥所说的，就是足球不只是纯粹的静态的技术，最你同时有身体对抗，有比赛经验，有高球，有高空球，你怎么样去处理？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这个龙队呢，其实在悉尼或者说在整个澳洲华人的足球圈里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名，同时也是很厉害的。我们曾经参加过澳大利亚足协杯的正赛的第一轮，就我们预选赛什么都进去了，进入到他的正赛的第一轮，是对另外一个大区的，也是业余联赛，但另外一个大区的一个冠军。那我们上场了11个人的队员，我现在跟董哥说一下，董哥可能就知道，我们有一个前天津泰达的职业球员，报名过亚冠的，当时也只有二十六七岁，不是说就四十多岁踢不动了，三四十岁踢不动的那种，就所有我们当时上场的队员都在30岁以下，有一个原来泰达踢过亚冠的，申花预备队的，天津泰达预备队的，杭州绿城预备队的，甚至这是我说的这场比赛大概是四年前的时候，甚至当时在场上的有两个队员，现在一个队员在四川九牛踢中甲，就今年啊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还是中甲，还在踢中甲，一个在青岛青春岛踢中乙，那个踢中甲的那个球员从我们队回国了以后，在国内这今年是第三个年头，前两个年头他都是中乙的突破王，官方颁奖的突破王。我们这样一个球队的组成，上场的11个人全部都有国内的专业背景的，被人家一支业余足球俱乐部踢了5-1，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教练不是我。对，原因是教练不是我。其实回复到原来上面，就是说我们可能大家觉得这些专业队员都去专业训练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最后就踢不过呢？可能场上有些对方的队员还挺着个大肚子，你一看都不是很专业的那种。然后一有我们在场上一踢，一有任何事儿都举手，裁判裁判，蹬踏，踢到脚了，犯规，没有的事儿。在澳洲，我不知道在欧洲怎么样，反正在澳洲，身体对抗，不收脚。所有的球来先要球，人不要球，上来先把人撞开，拿身体护球。那大胖子有些时候我们踢球的大胖子肚子都这样哈，你感觉都得300斤了，他拿着个球倚着你，你转三圈都抢不下来。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说的，足球可能不只是静态下的技术，而是要你怎么样把你的身体，你的对足球的理解，甚至说你的比赛经验，所有的这些融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环境中。那比赛经验从哪儿来的呢？这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所说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足球体系了。进到这个青少年足球体系里面，所有的澳洲的小孩子，只要你参加，不管是业余俱乐部，还是之后你进入到真正的职业俱乐部或者梯队，那你每年至少有30场正式比赛，就是你每周周二、周四晚上训练，下午下课了去训练，你周六主客场联赛，30场正式的联赛是跑不掉的。有裁判，有主裁，有边裁，有正式的裁判，所有的都是正式的比赛的这样的比赛。然后呢，有观众，双方的家长、双方的家庭、所有的观众，那这个比赛经验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国内的这个足球环境而言可能是得不到的。
这就是解释了我们在这儿踢球的时候，我跟我们身边很多，或者说新来的很多华人，的球，这些喜欢足球爱好者而言说，哎，这人明显他技术不好，你看球都停不住，为啥一踢比赛你就是赢不了人家？这是我们一直都在想的。我们每个人大家来了之后说，哎，边路拉开，传控，传控，倒他们都跑都跑不动，大肚子，你看跑都跑不动。可是你比赛真的是赢不了他们，为什么？你什么时间应该跑到什么位置，你应该做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你只是纯粹的觉得，哦，我们要像巴萨那样，我们要传导。可是当对方45度角拿球，准备起球起后点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扭头去看看自己后点，你只是在看着他拿球。这个可能跟董老师说，跟董哥之前说的那个一样，业余足球，你只要防着45度角的后点，基本上你的防守就成功了一半。在澳洲更是这样，你防住了后点，你可能只能算你成功了25%，因为人家个子比你高。那这是我们从业余足球的这个角度，以及青少年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场次和比赛的这个训练比赛的这个组成，跟大家大概说一下。那接下来呢，就想跟大家说一下澳大利亚青少年足球联赛的这个体系，以及澳大利亚足协为了要让青少，让各家职业半职业俱乐部培养青少年的这个足球，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进入到这个体系里，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这一点之前曾经跟咱们北京足协的那个副主席曾经，他们过来这边，在疫情之前，他们曾经过来看过一圈，然后当时我们也曾经聊到过这个问题。其实觉得澳大利亚足协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一点可能很多人都没提过。澳大利亚足协呢，在8岁到12岁之间，给各个半职业俱乐部，做了一个总的足球大纲，然后呢，发给各个半职业足球俱乐部颁发了一个执照。叫 SAP，也就 Skill Acquisition Program，就是说，在这个8到12岁这个阶段，是所有的小朋友要加强他们的技术能力的，所以是叫 SAP。那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预备梯队的意思。那所有澳大利亚的本地的小朋友，如果想要今后进入到职业的这个范畴内，那在8到12岁这个年龄段就要想办法进入到这个 SAP 了。那各个半职业俱乐部都会负责自己的这一片区域，那这些半职业的足球俱乐部呢，下属其实都是的，这些半职业足球俱乐部其实都是在隶属于某一个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大区足协的。那这个大区足协下属所有的这几十家足球俱乐部，其实相当于是这个半职业足球俱乐部的下属俱乐部。那这些下属俱乐部就把自己踢得比较好的这些小孩子就送来试训，加入这个SAP。那么从13岁开始就变成为了这些职业半职业俱乐部的正式梯队，13到18岁是这边所谓的叫 Youth 联赛，就青少年联赛。那这里我想说的一点是，在澳大利亚足协为了让这些职业半职业的足球俱乐部更重视青少年的培养，做了2点。第一，他把13到18岁，他一共有三个级，像纽首，像那个新南威尔士州。就悉尼所在的这个州，它的这个半职业联赛，它是有三个，它是有三个级别，就是这个青少年是有三个级别，然后呢，每个级别16个队，它13到18岁呢，一共是有5个级别，就 U13、U14、U15、U16 和 U18，然后呢，这5个级别是合并在一起来算总积分的。当然，你各个级别是有各个级别，你说我得冠军啦，为了这些小球员而已。但是最后是有升降级的，这个升降级是由这5个年龄段共同来算积分的。然后每个年龄段你获得一个积分，就算每个年龄段获得了一个积分，最后总的相加在一起，如果你是到这16支球队的后2名，那你就从第一级别降级了，降到第二级别去了。整体，是整体全部降，从哦，U13 到 U18 全部降。这是属于连坐是吧？对，连坐。那另外呢，U18 以上没有 U19，直接就是 U20。U20 怎么样呢？U20 是跟一队合并在一起，然后参加
办职业联赛，那一队也是要降级的。但当然了，它的比重不一样。你像刚才这五个级别年龄组，它每个年龄组的这个比重是一样的，都占20%。那如果是一队的话，得一分是乘二，那 U20 得一分是乘一，最后算总分。如果你总分倒数后2名，那你也降级，那就等于代表你这个俱乐部的一队被降级了。所以利用这两。澳大利亚足协就在利用这两种不同的这样的手段，让你所有的俱乐部都要去重视青训，同时让所有的球员都像刚才咱们这个第一位嘉宾所说的，你都在一个不是第一个白嘉宾，是第一期的那个西班牙的那个嘉宾所说的这样，所有的小球员从 U13 开始，你就要面对升降级的压力，每一场比赛都是有压力的，有观众的，是可能你这场球输了。你明年就降到下一个级别去了，这是跟我觉得是澳大利亚足协对于这个青训而言非常好的一点。那最后还有一点呢，是澳大利亚的这些是这些青训是这些半职业球队的一队。哦，在说这个半职业球队的时候，我这儿再跟大家解释一下，澳大利亚的足球的这个职业的体系是这样的，澳大利亚只有一个级别的职业联赛，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澳超。什么悉尼 FC 啊，西悉尼啊，西悉尼流浪者呀、啊，墨尔本胜利啊，这些经常跟我们国内的这些中超俱乐部打亚冠的这些队，只有这一个哦，那个职业联赛。那它下属的所有的联赛都下属，它是分每个州运行自己的半职业联赛，也就次级别联赛。那西南威尔士所在州，也就悉尼这个州，是全澳洲最大的一个州。那光这个州就有6个澳超队，澳超一共好像才只有12个队，这一个州就有6个队，可想而知它占的比重。那在这个州，它的半职业澳超以下的半职业联赛是有3个级别，叫国家超级联赛，每个国家超级联赛一、国家超级联赛二、国家超级联赛三，一共3个级别，每个级别16个队，一共48个俱乐部。这就是我刚才一直所说的这个半职业俱乐部的来源，它叫 NPL 俱乐部。那这些俱乐部的一队，在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是来让来刺激这些俱乐部来就是更重视青训呢？就是他给每个俱乐部的上场人员、注册人员22个人的名单，你可以注册20个人，你可以注册22个人、25个人，这个大名单是没有人数限制的，但它有一个分数限制，它分数是这样的，它一共给你200分，那。你用一个 U18 的青训球员，他只占你3分。但如果你用的这个球员不是你自己的青训球员，是你从别人那儿买来的，那就占你10分。甚至说根据年龄的不同，他可能占你12分，占你13分。如果你有一个外籍的，他这个级别是已经可以有那个外援了。如果你有一个外援，这个外援自己就要占你25分。所以他通过这个来调节你，让你更多的启用你的青训球员，而不是你从外边到处去买球员。这些这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呢，可能就相对比较细，是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足协为了要带动青训体系而做出的这些努力。对，那最后呢，我还想跟那个董老师分享的一点就是说，我身边我们的这个业余足球俱乐部，现在很多家长，包括我自己，都已经有小孩子了。以前我们华人刚移民过来的时候，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很多，都还在挣扎于在海外能够生存下来。那近些年，大家的生活条件都比较好了。那还可能前些年的时候，大家还更重视的是孩子上学了之后的学习成绩。那这些年呢？我们大家可能就开始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孩子的全面的素质发展上，所以有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球迷的爸爸，或者像我们自己俱乐部的这些原来跟我一起踢球的这些爸爸们，都把孩子送去开始练球了。那这些孩子呢，基本上，就像刚才前一天那个荷兰的咱们那个第一期的那个嘉宾说的一样，澳大利亚的学校呢，
就是压力相对比较轻，下午基本上2点半3点就下课了。那下课了以后，澳大利亚的孩子们干什么呢？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干什么呢？就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音乐，各种各样的这种兴趣班。那体育占很大一部分，足球在这个体育的这个规模里面又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举一个例子，我儿子上的一个私校，一个私立的一个学校，这个私立学校呢，4年级开始他们的校队，这个整个4年级这个学校一共只有120个学生，这120个学生里边有7支足球队，就校队，校队4年级校队一一直排到校队7，根据水平不同分了7个级别，每个级别一个每个队有12个队员。84个人。也就意味着84个人，这84个人的选报体育项目都是足球，每个星期可能会有1到2次的训练，周末会有一次学校之间的足球联赛。那这个联赛是在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业余足球联赛，或者说是那个青少年那个梯队的 SAP 的这个联赛的基础上附加的。也就是说，很多小孩子可能周末是要踢2场联赛、2场比赛的，一场校队的比赛。一场这种业余俱乐部或者是职业梯队的比赛，然后都是正规的主客场，在自己学校的主场或者对方学校的主场，然后这样的比赛，那可想而知，对于孩子而言，他们的比赛经验的这个积累是有多么好的一个影响。我亲眼看到过一个 U9 的小孩子打边锋，他们 U9 是踢8人制，场上有7个人，他是踢中场靠左。打边儿的，他在自己的边后卫要球的时候，他说他的第一件事儿是先伸手要的同时，拿胳膊肘把自己的看着自己的边对方的边后卫先推开自己2米，然后再往回跑2米去接球。不到 U9 的，可能8岁多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们现在小将U13没多少人会这个。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当中，产生了可能我们又回到总结说，我们这次世界杯外围赛对澳大利亚队为什么觉得，哎，这个明明这些人都没什么名气，为什么踢起来这么艰难？其实就是这样，每一个球员他从小到大所踢球的这个环境里，他从5岁到18岁。踢球的环境都是这样的环境，他所经历的这个过程，他每年可能都要踢40场比赛，然后而且都是有裁判、有正规的比赛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这样的有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所以到真正比赛、职业比赛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比赛经验是非常强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的是，这个，我觉得在青训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刚才董哥其实说过，说那个在中国的这个青训里面，所有的家长都特别想那个参与进去。其实，在澳洲也是一样，但是呢，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我儿子5岁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参加的一个，在我们家边上，他没有踢我这个俱乐部，因为我这个俱乐部没有这个年龄段。然后踢我们家边上的一个业余的足球俱乐部，然后这俱乐部呢就说在比赛开始前呢，我们要开一个家长会，这个家长会呢需要1个半小时，就是给大家介绍介绍俱乐部。我们以为我呢就去了，我以为呢这就是介绍介绍俱乐部，说我们俱乐部有多么厉害，但其实并不是，他们是在给家长做心理建设，用了1个半小时的时间跟所有的家长说，首先第一。孩子们在踢球，教练在教球的时候，家长们一定不要说参与，一定不要说话。第二，在你觉得孩子踢得不好的时候，请大家一定不要去埋怨孩子，把孩子交给教练，教练会正确的指导他的。当你越去埋怨孩子，可能孩子越来越没有自信，他在球场上越来越不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毕竟对于这些小孩子而言，他们首先第一步需要去做的，还是要享受比赛，享受足球，是 play。就像刚才那个，就像之前那个，
那个西班牙那个咱那个嘉宾说的那样，是 play，大家先要来 play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点非常好的，也是值得咱们所有的中国家长去学习的这一点。当然，可能俱乐部大家也要提前给家长们做一下这方面的心理建设。最后，我有一个问题是，那个想要问一下董老师的。这个问题也是，就是困扰了。我觉得董老师你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回答我这个问题，是困扰我们身边很多在澳洲的华人家长所，想要让孩子练球的华人家长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在澳大利亚的整个这个足球体系，所有的小孩子从小到大，他们练真正练基本功、练基本技术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就像刚像咱们第一期西班牙的这个嘉宾，来自西班牙那个嘉宾，相对他更专业一些，他所说的什么，你在5岁到6岁这个年龄段，你50%是要基本功；你8岁到9岁年龄段，你30%是要基本功。澳大利亚不，澳大利亚所有的从小到大都是实战。跟实战相关的，实战占了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比例。所有的澳洲孩子可能都会踢球，但并不一定会颠球，并不一定会做我们所有的这些基本功的这些练习。那我们就想问，现在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孩子12岁以下跟他们踢的时候是可以的，可是当12岁以上，当身体发育了以后，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刚才咱们这个范雷在这个嘉宾在。第一前面所说的就是你的这个奶酪乳制品的这个摄入，我们的孩子在这边也有很大量的乳制品的摄入，可是到了12岁以后，我觉得是还是因为人种的问题，他们相互之间还是会有很大的身体的差异，素质方面的差异的，从身高到体重到力量到爆发力，可能我们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性。对，以及灵敏，短距离的爆发力，对对灵活和灵敏性。那，没什里边么。吃的饭里头都有 cheese，都有奶酪，这个东西可能没有他们那么多，但也已经很大很大量了。但是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那我们所现在想要问，我想要问杜老师的问题就是：那您觉得，在我们的孩子小的这个年龄段，到5岁，比如说5岁到8岁，或者5岁到10岁的这个年龄段，我们应该是完全放任他们进入到澳洲本地的这个完全以赛代练的体系呢？还是应该按我们亚洲人的传统亚洲人的这个角度上而言，更多的去练一些脚下技术呀、基本功啊，然后再到后面的这个呢？那取决于你最后你想让你的孩子在哪儿踢。你要是你的孩子将来董回，老师出个你难要题。将来要是回到中国踢，你就按照澳大哎，利董亚。老师，我听不到你说什么了。你的喂。耳机没电了。对，现在呢？现在可以吗？哎，现在可以了。就说，如果你的孩子想要在中国本土的孩子上。跟他们竞争，哎，还有点听不到。你耳机没电了，对，哎，董老师。对。喂，不好意思。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一个国家的足球风格，它会还是跟它的传统有关系，跟它的身体条件也有关系，跟它以往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抗，然后最能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这种实战的积累有关系。所以澳大利亚人呢，他就发挥自己的最长处吧。他认为，如果在亚洲范围之内，他的身体能够成为一种优势，他就自然会用这种方式去对抗。他不是说他不注重技术，我的理解，就他玩技术，他也玩不过人家，他玩不过，他甭说玩巴萨，他玩越南都玩不过，他为什么要玩技术，对吧？所以我觉得，
这恰恰是他们这个国家，你包括很多运动啊，或者是他们的身体条件决定的。他既然这么做能够最直接，他为什么要去选择他不擅长的方式？至于说这个华人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将来你不论你是在澳大利亚踢还是在中国踢，那你都得用，就得适应他这种身体的对抗。如果你能具备澳洲孩子的对抗，那你将来回到国内，那应该是能闹一阵子啊。至于说基本功，如果脱离了对抗，可能最后你什么都没有了。不过这点我确实是觉得董老师你说的也是对的，就是基本功脱离了对抗确实是什么都没有了。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刚才你自己的一个例子你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你天津泰达报名亚冠的，还有那些这个基础这个这各个预备队的，那应该说是都中国体系之下应该基本功技术那相当了得的了。你到那儿不也不行吗？其实关键还是头脑，就你说的非常对，就是他们从五岁就知道怎么踢球，我们是到十五都不知道怎么踢球。他们用五岁开始就做正确的事儿，他哪怕老失误，但是他可以做20年正确的事儿，有一天呢他就能成了。咱们呢是从五岁到十五到十八都不见得能真正明白这个球我应该往哪儿跑，这个球应该怎么传。所以我们做的是一种随机性的东西，他们是一直按照这个正确的合理的方式去踢球。我们是可能一会儿这个一会儿这个不太确定。所以当有一天你遇到了一个已经合理踢球了20年的人，这个队伍组成的这个人组成的这种队伍，那你看着好像他技术不行，但事实上他充满着合理性。是充满着合理性。我们刚才说的咱们现在还在今年在中甲那个四川九牛踢球的我们当年的这个队友跟我们在这边踢过一年，然后踢了半年，然后后面半年呢我当时还给他这点正好跟董老师你分享一下，我帮他做了一个国际转会，然后当时他跟咱们国内那个河北的一家俱乐部还有合同，然后呢就把合同谈完了，谈结束了之后，然后让中国足协出了个国际转会证明，跟中国足协联系出了个国际转会证明，然后给他帮他办理了一个国际转会，然后转会到澳大利亚的这个半职业联赛，就是悉尼大区的这个第二级别的半职业联赛，相当于国内中乙的水平，然后在这边跟着这个队叫北方老虎队啊、踢了半年。踢了半年之后他那个家庭原因就回国了。回国以后去了去了宁夏，在宁夏踢了2年中乙，这2年中乙都是中乙的突破王。等于他在澳洲待了半年，跟这个第三级别的这个队他其实没怎么踢比赛，因为也不太会说英文嘛，然后来了之后在这边跟着这个队主要是训练，因为都不熟，是赛季中让临时加进去的，人家有那个队员受伤了临时加进去的，然后然后替补踢了一些比赛，然后每周3次训练。那这样结束了之后他回到了国内，然后突然跟他之前也是踢中乙，然后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飞跃，直接变成中乙的突破王了，拿球对抗。是后来我就问他说我在那个北方老虎队的时候一周其实我并不需要他最终周末的跟我的这个比赛，只是周中的3次训练就比我在国内踢中乙的正式比赛的量要大和对抗要大得多得多，所以他回国了之后拿球非常轻松，连续2年都是中乙突破王，然后今年去四川九牛踢中甲了。对。所以高水平训练呢对孩子不对这个对这个球员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老有人说是吴磊六七场比赛没踢了啊，说那个巴西的规划也是没踢，不都一样吗？但是你吴磊他是每周参加4到5天的西班牙西甲的这个训练呢，那个训练的那个强度，那个训练的节奏，那是远比中超可能都要更大的呀。所以这些人都不太懂球啊，不太懂球。对，咱们这个像澳洲这个半职业联赛，为什么说它是半？除了澳超以下这些半职业联赛呢？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觉得董老师可能这个对跟体教结合也相关的，就是说澳大利亚的这些
家长们啊，对于孩子之后踢不踢职业其实并没有太大的要求。嗯，就是你喜欢吗？你喜欢这个足球，那你就去踢。那踢足球呢，对于这些孩子家长而言最看重的是什么？首先当然第一是锻炼身体了，第二是锻炼他们的团队精神。嗯嗯，锻炼他们努力克服困难，面对困难要冲破自己极限的这种精神。嗯，因为像澳大利亚所有的从小学开始，小孩子们在完成作业的时候都是以团队，比如说一个小组四个人完成一个作业，完成一个家庭作业，所以非常看重这种团队精神。这澳大利亚的家庭对于这个小孩子踢球可能最主要的一个看法。嗯，因为如果他们上不了澳超，只能踢这个半职业梯队球队的话，他们一周是每训练三个晚上，然后周末一场比赛，这四次。那俱乐部给他们的收入呢，说出来可能大家都不信。这些半职业联赛，像我刚才说的，第一级别的半职业联赛相当于国内中甲，第二级别的半职业联赛相当于国内的中乙，他们的收入一个星期才400块钱人民币，400块钱澳币，人民币大概就15001600。那这是说这种半职业联赛，除非你踢到澳超，踢到澳超的话，一年可能也就拿150000澳币，人民币也就是个70万。哦，澳超。对，所以说呢，对于澳洲的家长们而言，就是你踢不踢职业其实无所谓，因为什么呢？你可能随便找个工作当个会计，一年也赚个6-7万。我原来上班的地方有一个会计师事务所，那会计师事务所里边就有一个哥们儿，就是踢那个这种半职业联赛的，就是他就是白天上班，晚上去踢这种半职业联赛，然后纯粹是为了自己的爱好喜好，拿的工资其实一点点。好的，感谢这个李队，我看你这个球队在澳大利亚华人圈里边还是非常有名气的啊。现在，而且你也做的还可以吧？那你这俱乐部运营是靠什么呢？靠收费吗？赞助？俱乐部运营靠两块，一块靠一些华人企业的赞助，然后另外一块呢，是我们每年每个队员都要有一个，也会交一定的报名费。对，交一定的报名费，因为这个报名费有很大一部分是要交给那个澳大利亚足协的，包括保险呀、包括场地呀、包括灯光啊，所有的这些。董哥，你这个俱乐部里边的青少年球员都是华人还是也有当地的？华基本上都是华人。那你这比赛能就是在哪个年龄段能跟他们对抗一下？现在我们这两年暂时现在没有，就不再有那个青少年的这个梯队了，因为那个我们现在呢，这边成立了一个，后来从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梯队呢，脱胎于我们这个青少年梯队，成立了一个华人的一个足校，一个足球学校，所以现在基本上华人的这些小孩子，要不然就都去这个华人的足校了，要不然，都开始更多的去找跟那个我们就刚才所说的这个梯队的这个 SAP 有直接关联的下属俱乐部的梯队去踢了。那据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在悉尼有没有这个华人的小孩能够在某一个年龄段踢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我们其实现在就像我刚才说的，早年的时候，这个移民更多的要自己站稳脚跟，要赚钱养家，小孩子也是更多的要学习。那现在的到了近些年才开始有重视这个体育锻炼的，那大概都是我这个年龄或者比我稍微大一点的这些家长们开始让孩子去踢球啊，打网球啊也好，是这些体育锻炼。那所以现在我身边的这些华人的这些足球的这些小孩子，年龄相对比较大的是在10岁左右，这个 U10 的这个年龄段现在是呈现一个井喷状。据我认识的我们球队的我们这个俱乐部的爸爸们的孩子，大概有6个小孩都在 U9 和 U10 进入到了这个梯队的系统。U9 和 U10。那当然之后怎么样现在大家也不好说，但是呢在 U9 和 U10 的下面，7岁和8岁这一个年龄段里，就现在7岁和8岁相当于是14年左右的这个
2014-15年的这个年龄段里，有大批的华人的孩子在踢球，哦，想要进入到这个梯队的系统里来。好，非常感谢你的分享，也让我们了解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足球。以前我们觉得澳大利亚好像没有多少人踢球，但事实上你这一介绍，这5到14岁的就有61万注册的踢球的孩子，那这中国队输3个我觉得输少了。希望以后说不定等到咱们国门开放了以后，那个小将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也可以邀请董老师你带着小将过来澳大利亚跟我们这边的跟这边的球队踢一踢。好好好，好像那个上海幸运星去过，上海幸运星哦，是前幸运星好像来过，然后之前还有一个湖北足协的一支队在2019年疫情结束之前也来过，大概是他们是 U14 和 U15。哦哦哦，行，咱们保持联系，希望能够在澳洲悉尼相见，好吧？行，好，谢谢你，董老师。好，拜拜。好，拜拜，拜拜。休息一会儿啊，确实是比较难受。